后来，赶快要吃干贝的动作快哦，没有就没有了哈，不要再吵了哈。来，我把喉咙挖干贝，最要紧了，我把它。三名为三百五百，咱单程真正到咱的心中有力，单程有力有听的，没有的啦啊！不要再拿起来了。来，不吃小羹啊，来虾啊来。哎呦，今仔虾啊无啥人点哦。哦，我今无啥人点，我阿都无见。卖这边五百啊，不用再买五百了。这是野生白虾，有吃过的就不用介绍了。这家开始把三百块，来两百块来。200块来，我要先给你等一下啊，足甜足好吃啊，五份哦，啊1000块给我，没有啦，200啦，你们，呵呵小姐加点，来200块野生白虾，赶快，水烫一烫就很好吃的，啊，进来，你们要吃啊，吃啊，吃啊，对啦，来，你几啊粒来啦，几啊粒来啦，来啦，虾啊200块，海贝啊200，来500来找下，500的，来，还有一位500的。来，小姐来，来是来1000的是哪一位？来，大哥的来，看你换，没换，我爱换。来，200块来，200块还能跟两个，这几个啊，几个一千个还袂少。来，看你，还能换开，还能500，我先找你300，来1000的找800来。那我就知道几个人买了。来，800找过去，五个。来八个人家哦，八人爱食虾啊无？我讲正经的，你若有爱食吼，不一定爱买200，你就当买2份、买3份不要紧的。这是我吼袂俗，比较较侪人买会到的。互你知影咱的虾仔足甜的，就可以哦，啊，那没关系哈，捌食过先要走试看嘛。不过你若好食，还是拜六礼拜到来啊吼。来，礼拜六、礼拜日哈，礼拜六1点到6点，礼拜日。2点到6点，哦，来，我们吃包一个，一只没300啊，哈，真正好吃，汤头不错，这只才300了。吃不用猜，我要卖偌济，你足厉害嘞。你袂使讲脏话，你赢200。我讲脏话。哦，我甲你讲出像你遐认真听讲好啦，来，这样一只来200了。无影。200哦，我真是要卖300，我听你讲讲的200块好啦，啊无这个哦，等于可能会哦，200，来200块来，黄金鲍鱼翅很好吃哦，真的很好，我一个买啊，我一个车拢买买啦，你点点的你看，你点的拢无人买，啊无嘛加买3只，等于安尼多到处充满足，一卡多好，一卡满足是，来200块，鲍鱼鸡拢换哦。来，阿哥猜一下，鲍鱼，什么人要拼盘啊？要钱？好啦，我做无是要讲，家己主动讲拼盘的，我今日人家点的好啦，我处理啦哈。来，要吃鲍鱼的来300，不用了哈，动作快，200块来的。200块，全部带齐哦。咱那十个人家都有叫你哦，太紧了。来，200块鲍鱼。好好吃，好好吃，这太甜了，太甜了。来，大哥来，300块找你来，谢谢，300来。来，200块啊，来，帅哥回来，放心，200块来，200块，300块，赶快去包你，我寄给啊，我今天进包你，把包弄起啊，赶快拿去包你，欢喜了，我包了，只要汇给，来啦，200块。等下，等下有客钱的请客啊，你来拿饭吃，本来你是吃百营营啊，你啊，你卡百营营不？我今天在面前，你跟他干啥？你第一要排来对不？来，放进去，200块，都拿到了吗？哎，小姐来，有没有吃过？这不用煮哦，解冻就是一个冷盘的鲍鱼片了。啊，你拿下去煮鸡汤哦，煮海鲜都可以吃，很好吃。200块来进来，来虾皮关掉来，关进200块来。欸，这正鲍鱼，这不是米粉呢。你人家有没怀疑讲啊？这不才是真的啊？假的？对啦，做你放心啦。好啦，给你先收你煞欢乐呢。来啦，啊，再吃土特惠过来。阿哥，阿妈，阿哥有要爱啥小菜哦？来，土特惠先我来。来，啊，你有要吃小菜的？传好好啊，今仔小菜真水真漂亮啊。来，土特惠过来，有吃过的麻烦举个手来。
一只土豆鱼要做安尼一块，一只土豆鱼就一块，都付我看下先吼，敢付啊吼？我无甲你骗你啦，这一只无十大乌龟啦。啊，这乌来吼，拢红烧了去啊，我是今仔日袂记得有十块了多少万。安尼一块好大只啊，安尼一块，但是外行的吼，你敢买土豆吼？头家讲，一只龟啊吼，拢切起来，停在边啊，你唔知啊，其实这地方到底多好食。不是拢分，就敢那只半起尔，剩个拢肉，而且一块肉吼，真正甜的，比土豆中苦搁较甜。来，一人买一个，等于吃看卖的三百，我看变了。一人买就200块来，200块来土豆一份。没有吃的，它只有中间这里，哦，这个半个骨而已。你是真肉酱俩，我说来你干两盘啊。可以啊。可以，你没有吃过，为什么要买两份？以前有买过。这几句哦，退冰了后你甲揢起来，我即摆咧教你另外种煮法，做较好食，但是较麻烦。即如果揢起来了，切做四块，你茫切做两块，会伤大块。切做四块，各份，分各个都要切切的，红烧做土特一羹，要求比较好食。几个咩？我这个四个、三个、七个。七个而已哦，以前我都想要互你做一摆，互你买完的。大家好啦，我接给你好啦。安尼两块就伊也是啊，我要骗你啦，这个物件不是有钱当买买啦，反正都收袂哈。你取得什么人啊？哦，你欢喜啊，这五百你也买无一半来，200块都。好吃啊，好吃啊，这囡仔吃不要紧。而且这地巴吃嫩，哎，不是冰的，是嫩的哈。比中国更加吃啊好吃啊，来取得来。来200块来，这里土特鱼尾拢看到的。200块来，不是500块哦，是200块哦哈，我特惠来，200块来，小姐不简单呢，竟然有买过这种东西，厉害。来，我特惠拢关掉哦，来200块，你是要落我箱啊？你是要落我箱？啊唔关会，啊落会唔关会，你是要干那当我挂一杯汤，起跑呀？来，我特惠来200块。200块都关掉呗，从这一块，等把弄完嘞。200块，你买了吗？还要再买吗？真的哦，来。他那有两个搞变两个呢，家里的，你有吃过吗？哦，你也有。啊，他早讲，我头先在问，我无看要搞印钱。你肯搞变三分嘞？我你那拢吃好运，拢等袂着伊。啊，你不他妈来问过？啊，敢是问无吼？哎，安尼我更少聚，来，来，上面两个边的问，两位，我讲我成家吼，卖个仔嘴啊，我这个仔嘴吼，好给给你了，也不能送你们哦，我送你们一句话，我们卖你们真的好便宜，所以我不能再送你们，我每天削披萨饼干喝，你两个边的问，叫做油仔哦，你能把得起？我还要多收油台啊！我来一百，来五十的。50啊！来，一人我帮你们倒在一起，帮你们倒在一起哦。啊，我上班做完要做饭啊，拜托你了，人家都笑起来了。哦，来，小哥啊，来组合的来，小哥啊，画完来组合啊哈。啊，要组啥？上工要组合的。小姐哦，你先找一下你上喜欢的物件哦，最好偏啊，最好偏啊。来，要吃小哥来，1000面啊，500块来的，500块来小哥。请家都请哦，我们家的小姐真的很漂亮哦，自己看一下哦。你是我给你面前绝对坦白，你三百五百你买无啊？来两个。你要买双鞋？这搞成啊，这个肉超厚的呢，这几个肉看跟200块一样呢。500块的，有钱你就不买汤，不可能买少个啦，我有骗你啦，太新鲜了啦哈、哦。来500块来，啥袂买着来，赶紧。我把都来后面的帅哥要一家好给几家，我有一看板头，看这些哇，来还有阿金板来，有啊这是什么？来鱿鱼来，几个摄影的，好摄影大哥2包，送这位嘉宾了，哦，来科花鱿鱼谁买的？科花鱿鱼来乖来，我你今天去哪里徛哩呀？我拢无注意着你，哎，阿哥七块鱿鱼买呀呢？好像是哦，都是买最后一份的那个。那个最后一位小姐，
跑去哪儿啊？我咧伊唔知听，我咧叫伊无。我来，我快点，等下我等你转来过来。来，你找大喜欢的没有？鸡呀、啊，鸡哦，这个鸡很难吃呢，很大只呢。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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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且这个几只，你也我知影几只，两只，安尼俩，我来我进来来啦。有要吃鸡啊？不是要卖你鸡，是要卖品牌，因为吼、哦、客人要求，啊无我袂爱卖这品牌，卖这等于常用石头咯。有要吃品牌的来，一千块给我了，赶快，一千没有。一千哦，见哦见哦，买爱看金银钱哦，一千块都几个人客啊，我先甲你讲下啊，一千块来，敢有影嘞？三个，你客挂台啊，了得，一家头前扛扛扛扛，三个，三个而已吗？来啦，寒流还没走哦，大家暗时啊，天气热，外公外舅过来，你甲人客去，真正好食，一千块几个买啊，三个买了啊。怎麼要上的啊？我來上。欸，我吃給你吃哦，來，一千塊，三個客人哦，拿三位。了解啊，就這樣，大哥，啊，這是不是？來，大哥，你三個，感謝你三位啊，啊，這個上哪？我說，我問他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別跟我說一下，我給我客人。來啦。哇，你有辦法嗎？不然呢？來啦。要唱这样，啊！只要有搞个起来。